等一下去你家，我穿这套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爸爸一看到就马上叫你 call in。哈哈哈哈，很好笑。说真的，我穿哪一套比较好看？天哪，你又不是第一次见到我爸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哎，可是这是我第一次以你男朋友的身份到你家，我要给我未来岳父一个好印象。啊哈哈，很好笑。耶，就要嫁给你了。没有选择，先答应我，这一生一世都不能离开我。我妈死了，放开我！你答应我、啊。我电话响了，我电话响了。我不会放手的，你先答应我，这一生一世都不能离开我。哦，好，好，答应就是了，放开我。那你答应的啊？放开我了，妈怎么衣服臭死？喂，妈。喂，陈毅啊，什么事啊？你家？